All right， 一天学一点，愿你离宇宙更近一点。其实呢，这个东西我是想要 share 很久了的，然后我这次要拿到更多的这个 case study， 我才 share。然后我们知道，能量是 like both way 的 ，right？ 你有 give and then you will get。所以我觉得，我既然我得到一些 like yeah。好处能量 ，and then 我就要把这个信息 share 出去 ，share 了过后呢，我就会得到更多的这一个好处。Okay， now today we talk about 灵气。Yeah， 我的家人应该懂，因为我每次一做灵气，有很多很 amazing 很神奇的东西一发生，我就会马上打开我的 story， then 我放 private， then 我就会跟我的 family share like how it helps me。 Okay， for example， 灵气符号 right， 最基本的那个灵气符号，我把它拿来 okay， 有时候我们的 touch and go， 那个粉红色蓝色那个 touch and go， 有时候放在那个叫什么手机后面，它一直 detect 不到的哦。但是我这个试过好几次了啦 ，OK， and then it's always successful。就是当他一直 detect 不到的时候，我就加我的灵气，我就画我的灵气，然后呀，我就给他我的灵气能量 ，and then 我没有一秒钟的怀疑，我没有一刻的怀疑，我就知道 like it will， 他一定会 like approve 或者是 OK successful detected something like that。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is like, it happens like, 一个月之前，我的这个电脑，我知道，我哥哥跟弟弟都知道，每次下午我电脑一打开的时候，就是那个 blue screen， 就一直出来，就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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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声。然后我每次不服气，我就会一直来开，但是还是一直被他们笑。Then yes， 我就画了我知道的全部灵气符号放在那边 for 1-2 days， 这样子我就 gap 在那边啊，得空，我就给一点灵气这样子。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一打开的时候，我都吓到我整个人逼掉，我要哭了，我的天哪，我没有看到 blue screen， 我就直接看到一个 like 完整的这个 screen， 我的 file 全部好好在里面， as in like 我可以打开这个电脑了，但是 of course 啊，那个 keyboard 坏了，我还是按不到，但是没有 blue screen 了，这个东西已经是 like 这个电脑已经是坏了，不是坏了 yeah， 出 blue screen 了几年，差不多一年多。And then 刚才我刚刚驾车的时候 OK 啦，我就想把，因为有一个 pen drive 啦，因为我又不舍得丢，我就放在我的车那边，我就拿来插，我每次都是得空得空我就拿来插一下，我希望有奇迹会发生呗。你知道有一些 pen drive 我不知道，可能放在车上太久塞太多啊，然后他们就会 detect 不到，都会写到 no foul。 然后这个 pen drive 在我的车可能有一年多了。And then 刚才我插进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看到no foul。 那我才突然间叮想到 ，Oh my God， 我会灵气啊！然后我其实我没有很有自信啊，我就随便拿啊 ，OK， 我画一个灵气，去过来去过来去过来，我一插下去，我的天哪，真的是我的天哪，我就零一，就是讲第一首歌就开始了，然后我就简直啊崩溃，就是来很神奇，就是呀。灵气帮我 settle 了很多小小的东西啊，当然大东西坏了啊，都已经坏了，我就不会去用这个灵气。但刚才我真的是一整天都很 happy， 我驾车的时候虽然塞车一个小时，本来很快就可以到了，但是我听到我的这一个pen drive 好了，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真的灵气很爱我，我很爱灵气。OK， 大家不要觉得我走火入魔， but it's fine， this is just a sharing。 但是可能你们有一些人会觉得可能是凑巧还是什么吧， anyhow I don't care， I just share my experience to everyone， and then I'm very happy 我认识灵气。当然有些人用是没有 feeling， and then 有些人用有 feeling， and then yeah 都不关我的事，反正我用就是有 feeling。 OK， 谢谢灵气，我爱你。